一百零四，零五，一百零五，五常。八十八十三九三五零八三五三三，还有三三八三五八三。两点起来，唔免啦，即摆拢已经唔捌调闹钟啊。透过咱拍卖市场啊，吼，啊，取着价格啊，吼，拢是爱透过跳手，在艺术场里面啊，吼，他是一个焦点的人物，受到大家重视。啊，我伫台中市场啊，吼，做跳手的时间啊，嘛有将近十几年。行较济哦。这皮料真好吃了。迄当阵业务就各行拢做了吼，包括清洁的工课，包括文书的工课吼，画房遐记票，以及吼这吼画房啊，跳手的助理，吼啊最后叫阮师傅啊，跟你讲，啊你会当独立作业啊，我说啊，互你做拍卖。来，倒尾落去，倒尾落去哦，来先两件来，来一百五十。来五张，来四张，来四五，七六，来一百四十六，来三一，来三十，三十个啊！你有感觉讲平常时伫厝诶，看人看西吼，有阵时人当作你是痟诶，伫楼骹看诶，甲伫台顶看人啊吼，迄感觉无同。头一工未煞，心情、心脏啊，还佫一直跳，哦，啊有一点讲诶，啊我把它完成了。一种兴奋的心情。来一百五十，来五十，来五十，来一百四十，来四十，百百在那，坐这个在在在，耶耶耶耶耶耶。基本上，大鱼市就是一个辛苦的工作吼。我常咧讲一个笑话讲吼，叫做吼，热天困袂起啦，吼，寒天爬袂起来啦。咱咧卖是。有当时啊，拢卖哦，做吼一点钟、一点半钟，啊，所以咱也伫市场拍卖完，大部分拢无啥个讲话，哦，就是拢啊保护好咯。咱开始企业署的补助，哦，开始甲咱投入电脑拍卖，哦，反正这批，比如讲当时在训练嘛是真艰苦啦，啊，大家拢四五十岁啊，啊，拢带着老花眼，哦，啊，一支一支，哦，在咧参加训练。那么经过一段酸度，哦啊，阵痛期，大家慢慢习惯了。大家所拿着镜架去，很微笑的在看这个画面，哦，啊，买着啊，买着了你啊，哦，所以
整个紧张的气氛更加顺啦。一直希望讲，人工拍卖是一种吼戏剧文化，啊，你也无将这过去的传统的做法啊来甲保留，就断送了整个戏剧的延续。啊嘛，对咱家己啊吼，二三十年来啊，咱从事的工作啊，良心会不安。站在我们跳去的立场，其实我们是要保护渔获主。为什么？因为保护他们的价格，对货值啦，对成交人啦，就是公平公正啦，良心事情啦，只有这样而已啦。也不是说单纯的只是啊，我来开价了在你一类，我们要掌握开价的时机，好开价的价格。跳手这一块地方真的是跟法官一样自由新政，他有这种裁定权。今天价格谈到什么地方，你可以裁定这个价格。跳手这一个职业的话，我觉得是在货主跟承销人之间扮演一个桥梁的角色。你可以认识很多的鱼贩啊，还有那个渔民啊，都可以认识很多啊。啊，拍卖的时候，渔价每天都不一样，可以还蛮好玩的。咱每天有法多就生产价一万几回，啊，咱以最高的价格来拍卖出来，啊，让伊会当。卖到上好的价钱。来，就是等来。